起我们的践行模式。Hello， 今天是我的休假日，我每个礼拜会休拜三跟拜礼拜四，跟平常上班族休假时间比较不一样，因为补习班的老师就是六日小朋友都会来补习，所以我们平常是休礼拜三跟礼拜四。那我今天其实原本八点就要起床出去践行的，但是我爬不起来，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，所以等一下我晚一点才要出门，现在是9:30，可能等一下我大概10:00左右才会出去。就是这样。在出门前，我决定先来开始打一小段的新文章，因为我规定自己每个礼拜部落格一定要更新一次新的文章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出去践行了，终于有机会可以穿我的登山鞋了。什么？奥达。奥达什么？奥达用羽衣饼做的，里面有些羽衣种。搭船的地方就在张宜村的码头，码头里是禁止摄影跟拍照的。下去之后，只要看到 uncle 跟他说有几个人就可以了，是上船再付钱，不需要在码头内买票。船票的价钱一个人是4块钱。如果你有带自己脚踏车的话，会额外再跟你说脚踏车的钱哦。我们到了乌敏岛。乌敏岛。这树很厉害，在咸这么咸的海水里面都可以长。因为它是潮间带的树吧？还是不是？哦看起来又不像，看起来像正常的树，你看它长得很不错。哦，好热哦。这边可以租脚踏车哟。你要租脚踏车吗？还是我们走路？你要坐脚踏车吗？是不见年轻轻的人吗？先摩擦出来。看一下下。我们今天要从哪里开始走？这边吧。那你都不要路径对吧？嗯，可以。我们先不要走路径，路径的。你要骑脚踏？我要路径啊，这样我妈妈才看得到我啊。你要骑脚踏吗？不要。你要骑啊？你想骑是不是？没有，如果你要骑，我可以跟你一起骑。我们要走哪里？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要走去那边的啊。OK， 要走多久？一个小时吧。OK， 开启我们的践行模式，准备出发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我要讲 I Captain。你开了吗？来呀、啊！哦，好，走。Hello， 你是爹吗？是啊。上次我们的那一只，他的好朋友被车撞死了。希望他今天会跟我们一起走。可以爬梯上，还是看看假假，但没有看到。他今天会跟我们一起走多远呢？你觉得？还是很远吧。他会走，他有时候会走丢，走丢了他就会，人家就会载他回去。走了。
没有水进来耶。这边原是自行车道，对不对？对。是哪一条线的？是 blue 还是 diamond 还是 double diamond？ blue 的 double diamond 的比这个要蓝很多很多。blue 是给初学者吗？还是你还是要有一点点？有一点点技术。哦。这边是骑脚踏车的地方，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危险。那边那个跷跷板也是骑脚踏车吗？那个、啊、也是吧。真的？天哪！我有骑过啊，这边。那你有跌倒吗？没有。啊，是不是很痛？耶，辛苦了，辛苦。那个 half time 了，然后没有跑回去。啊，走。